突破电影人，凭借口碑不俗的无名，交出大银幕第一份成绩单，让观众对他的未来翘首企盼。微博年度突破电影人王一博，微博年度突破电影人王一博，大鹏、张痴宇登台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，有请各位。同时呢，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于栋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加油点赞。谢谢，请于东先生和他们合影留念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于东先生，可以先到台下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首先祝贺三位，我们听听他们的获奖感言好不好？接下来是颇受好评的无名，还有期待已久的长空之王王一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微博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一起见证每个人非凡的努力，再次祝贺，祝贺各位。中国电影需要在突破中前行，而不断前行的动力就来自于每位中国电影人的不懈努力，以及在座的各位，谢谢你们，继续加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，我们要揭